有一种人可以帮兔子治感冒，可以帮乌龟补龟壳，更可以诊断出哈姆太郎为什么会拉肚子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另类兽医非犬猫动物医生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不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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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头，我是香蕉哥哥，我最爱吃香蕉。招牌的造型是头上有头带或是帽子，喜欢背着背包四处旅游探险，更喜欢拿着画笔画画涂鸦。还有啊，我遇到感人的事情就会感动流眼泪哦。你的宠物怎么会是一只老鼠啊？哦，我叫大头，当然就是大头大眼睛咯，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好奇宝宝，喜欢拿着 DV 四处拍，爱吃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。呵呵，我还常常神秘失踪，让香蕉哥哥找不到我。这是枫叶鼠，不是老鼠啦，它叫布布，很可爱吧？是哦，现在很流行养老鼠吗？那当然，我们有很多同学都有养哦。那你知道怎么养它吗？当然知道咯，喂它吃东西，帮它洗澡，清洁大小便。那如果他生病怎么办啊？生病，那好不简单，带他去看医生呢。可是他这么小只，你知不知道带他去看哪一种医生啊？不知道我。没关系，我刚好有认识哦。我认识的这位小果医师啊，他是非犬猫的动物医师哦，也就是只要不是猫，不是狗，其他任何的动物他都会帮忙医治哦。你好，请问小果医师在吗？在第二诊疗室里面，请哦。大头，走。小果医师帮宠物看病已经十年了，一天最多看过120只小动物。曾经治疗的动物最大是200公斤的乌龟，最小是1公克的紫鼠。哇，原来除了爱心和细心，动物医生最需要的是专注力、判断力，还有和饲主沟通的能力哦。小果医师，这就是大头。大头，这是小果医师哦。小果医师好。你好，你的头真的很大。哎，大头，你不是说你有问题想要问医师吗？对呀，小果医师，我刚刚看到你的招牌上写非犬猫，那是什么东西呀？它是一种长得像加菲猫的东西，飞，所以叫非犬猫。会飞起来的猫吗？不要开玩笑了啦，小果医师。你们一般养的动物的话是狗跟猫嘛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话就是说，不是狗跟猫，就是非犬猫。哦，原来非犬猫是这个意思啊，吓我一大跳，我还以为真的是会飞的猫哎。小果医师，你真是爱开玩笑哎。大头，我听说这里连住院病房都有哦，我决定先去参观参观，你在这里等我哦。这是他们的住院病房哦，你看里面有住很多不一样的动物，他们都生病了，有一只长得很像猫的兔子，还有一只毛掉光光的鹦鹉，有点像鸡，然后它有点害怕，然后现在是休养，然后上面还有辐射龟，我分不出是新龟还是辐射龟，长得蛮像，所以你们好好休息哦，保重哦。土拨鼠哎，有没有看过土拨鼠吗？哇，看不出来它是土拨鼠。香蕉哥哥，你不要再玩了啦。忘了，今天是带布布来看医生哎，快点回来啦！好啦好啦，那你赶快问啊。小果医师，那你可以帮我的布布做健康检查吗？他好像有点胖哎。可以啊，你等一下到前面去填个挂号单啊，那建立一个病历，然后请乔医师帮你做健康检查。好，知道了。如果啊，你的宠物食量变小，或者是不吃东西，甚至会有拉肚子的现象的话，有可能是它生病了，所以啊，你要赶快带它去看医生哦。那我们先帮肥肥挂号吧。嗯，我们要挂号。好，这里有挂号单要先填一下哦，我稍待要量一下体重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帮他写一下资料。那他的肥肥出生的日期是5月8号。五月八号，跟我同一天。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男生。
是什么动物呢？枫叶鼠。挂号有两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一，仔细填写资料；二，正确的量体重。哦，为什么要量体重呢？这样下一次来就知道宠物是胖了还是瘦了。而且如果医师要开药，200公斤的乌龟和44公克的肥肥用的药量当然就不一样啊。哎，说到药，不如趁等待的空档去看小果医师配药。哎，那不是洗发精吗？常这样，因为你动物啊，跟人一样喜欢吃甜的，你的大部分药都很苦啊，所以你要用糖浆泡。可是你用单纯的糖浆啊，你可能没有办法把那个苦味压下来，所以我们在糖浆里面加一点那个什么水果口味的味道。我们有什么柑橘、芒果、青苹果、草莓、芋头，什么都有。然后根据我个人的调查，草莓口味的最受欢迎。草莓口味的耶，真的是草莓口味的耶。你吃的不会有问题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我是沾这一手吃这一手，我才不要吃耶。这是药啊，不能乱吃。对啊，药不能乱吃。这是咖喱饭吧？咖喱酱。嗯。哇，想不到这很特别，我觉得让动物就像小朋友一样，他们也喜欢吃甜甜的东西，有水果的味道哦。这样子他们就比较容易吃得下去。那记得。He told me. He lala. He told me. He lala. He told me 是 He lala 的姐姐，所以啦会来宠物医院的狗主，非犬猫类的型的宠物主人一定都很认真照顾他们，而且都没工作吧？像这种上班时间怎么有时间？有工作啊，有工作。老板，你看他。林菲菲，请到第一诊疗室。哦，大头，不要再玩了啦，换我们了啦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们要保持联络哦，拜拜。啊？现在乔医师在帮我们家伯伯做健康检查，相信在我这么仔细的照顾之下，我们家的伯伯一定是个健康宝宝。那乔医师，健康检查的步骤到底有哪些啊？一般的话我们会从头部的外观开始做检查，第一个检查的部分是眼睛哦。那眼睛的外观的话，看一下结膜跟角膜的状况，然后看一下它的眼睑的状况，有没有一些分泌物啊比较红肿，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外伤啊，角膜变得比较雾哦，白色的这些部分。那现在外观看起来都还好哈，没有什么分泌物，眼神也很明亮，这是正常的一个眼睛。好，那我们要做一下肺部的听诊。要用这个听诊器。对，听诊器。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呢？一般正常的时候就只有呼吸的一个声音而已，但是如果里面有一些液体啊，或者有一些发炎的这种状况的话，会有水的这种声音，那是不正常的。好神奇哦。那现在呼吸的声音也很好啊，基本上鼻腔跟呼吸道的状况都蛮好的。好棒哦。那接下来呢？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口腔的部分哈，口腔我也要稍微把它抓住哈，所以可能有些会。可是它不听话哎，怎么张开嘴巴？对，所以只要脖子这个地方的皮肤可以稍微抓住的话，嘴巴就会张开。微微啊，大头，我觉得乔医师看得很仔细耶。对呀，我应该介绍我的同学来的哦。草莓姐姐。草莓姐姐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我带宠物来看医生啊。是什么动物啊？我想看一下。它是一只刺猬，而且它叫玛格丽特哦。哇，刺刺的好可爱哟！玛格丽特生了什么病啊？不知道哎，我只是看它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所以就想让它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。哎，是不是要先去挂号啊？是啊，是啊。等一下，你先去那边填资料。那我们来帮玛格丽特量体重。好啊，好啊。哇，
香蕉哥哥是刺猬耶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刺猬耶。大头，那有什么稀奇？我上次来的时候啊，还看见超大只的乌龟，还有蜥蜴哦。哇，小果医师果然厉害，什么动物都会看呢。现在啊，已经轮到草莓姐姐的小刺猬玛格丽特要看医生喽。那小朋友们发现我讲话为什么这么小声呢？因为啊，我不是玛格丽特的主人，所以在看诊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一直说话，会影响医生看诊哦。那也要提醒你们，看诊的时候要遵守礼貌，不要带手机进来聊天哦。赶快去看看小刺猬怎么了。他今天要做健康检查嘛？嗯，哎，好。哎，健康检查的话包含几个项目哦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先从外观开始看起啊、那就说有问题的地方的话呢，我就会跟你解释一下。好。那因为的话呢，刺猬的话呢，它跟你不熟悉的时候啊，它常常就发出这种声音。对啊。好，然后但是的话呢，就像我刚刚说的啊，你这刺猬它其实啊，它已经算不怕人了，它只是跟我不熟。然后刺猬的话呢，它的视力并不是很好。它是靠嗅觉，所以你如果就是说要跟你们家刺猬培养感情的话，你一定要让它去熟悉你的味道。好生气哦，玛格丽特，冷静一点。好，它的左边也很好，眼睛没有分泌物，耳朵也很干净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要去听一下它的心脏的声音。好，心脏很好。啊，你在抓刺猬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，啊，这样它才不会紧张。好，现在哈是量动物的话呢，大部分都是量肛温。啊，那这肛温器的话呢，好，把它伸进去，好了。啊，不要生气了，变一球了。对，它太生气。不要生气嘛。它觉得它的人格受到侵犯。对。好了。玛格丽特，你休息一下。哇，玛格丽特！哇，你没有听到刺猬发出了刺刺刺的声音哎，这表示啊，它有点生气哦，而且啊，身体已经拱成一个圆球状，然后整个刺刺啊都冒出来了，这表示它真的生气了。那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赶快看看我们的小果医生怎么处理吧。好，停一下。玛格丽特，等一下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好，你看，现在好像量体温34.4度，34.5度。好，34.5度，哦，还好，还是正常的体温，所以它体温也正常，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，你这刺猬的话呢，还蛮健康的。嗯。来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那它可以吃甜的东西吗？可以啊，最喜欢吃香蕉了。真的吗？对，看起来啊，草莓姐姐的小刺猬玛格丽特没什么问题哦，好像很健康哦。我看啊，她可以放心喽。嗯，下一次如果你的小宠物遇到什么问题，记得也要带它去检查一下哦。因为动物喜欢吃甜。喂，过来看看，这是巧医师的诊疗室。哇，有好多玩偶和公仔哟。那我们再去小果医师的诊疗室吧。喂，也有喂。原来他们跟小朋友一样，喜欢在身边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哦。香蕉哥哥，你觉不觉得小果医师和乔医师看诊的时候都很严肃啊？那当然喽，他们掌握这些动物的小生命，看诊的时候当然不可以马虎喽。说的也是，动物们又不会自己说哪里不舒服。对啊，所以这时候啊，主人就显得特别重要，要记得主动跟医师说明自己的观察，例如饲养的环境、食量的大小、有没有拉肚子或是便秘，这样才能帮助医师做正确的判断哦。嗯，因为是主人天天跟宠物相处，又不是医生，主人不说，医生怎么会知道？对啊，哎，大头，听说待会啊，还有很多动物要来看病哎，想不想一起去看一看？想啊想啊，我们一人一间吧，走。这是宝宝，他的脚受伤喽。边就是有红红的，放可爱吗？嘴巴红才知道他把它咬过。然后昨天我妈就看他有肿的东西，然后我妈有用那个
有一个针把它挑掉，有一个小你是说用针在脚上面吗？对。好，那你就是说你现在有两种方式可以去选择来处理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好，就是内科疗法。内科疗法的话，就是说我等一下会开一个那个口服的消炎跟消肿药给你，回去喂它吃。好，从里面哈把这细菌感染一直压，好，让它缩到越小越好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说等它缩小，缩小以后，好，然后呢，好要手术再来把它切掉，它会就变成说你手术的规模会变小，伤口会变少。好，那第二个选择的话呢，就是说好，你不要去进行内科疗法，直接的话呢就是外科手术。外科手术的话呢，好把这切掉止血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包扎起来，等它伤口愈合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哈会比较快，但是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会流很多血，同时的话呢，你这手术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全身麻醉，好，那你麻醉是有它潜在的危险性的。他叫灰嘟嘟，今天来看皮肤病哦。小医师现在在跟小白兔看医生呢，小白兔他有霉菌感染，所以小医师现在在帮他看病哦。这个多久了？下巴也有，下巴也有。好啦，不要踢了，没事。其实保持通风干燥就可以了，因为他身上大部分就是除了耳朵这个地方，其他的皮肤其实都蛮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天气好，你可以帮他洗澡的话，全身都可以洗，除了头之外。耳朵的话，洗怕它会进水哦，所以耳朵里面你先塞一个干的棉花，两边都把它塞住，然后洗的时候要垂下来这样洗，这样就比较不会进水。所以我们就开一个洗发精跟。他是新龟。上次开刀回来复诊喽，新龟开完刀回来复诊，我赶快去看看。他这两天精神还好吗？还好，他吃东西吃一点点。你现在这个地方有给他涂，就是涂优点吗？对，有没有涂染膏？有啊，就是优点涂完再擦干再上染膏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再打一次针哈。那接下来的话的话，就不需要再回来复诊了。OK， 好。医生看诊的时候都很专心，然后呢，因为新龟开完刀了，然后伤口要慢慢好起来，主人好关心他，医生讲得很详细。这只兔子叫偶姨，它的症状是拉肚子。它平常是吃草比较多，还是饲料比较多？都有，都平均。那我跟你说哈，你这个话只是单纯的毛球阻塞。好，那就是说哈，他自己的话会去整理他的毛，那你现在刚好又是换毛期，那就变成说他把毛哈吃太多吃下去了，然后呢在胃里面哈这样搓哈，就形成一团的毛球。那你这毛球太大的时候，我刚刚去摸的话大概差不多这么大，好，那你胃跟肠的中间只是一个小小的幽门的开口，你这毛球塞在这个地方。它食物下不去，你下不去的话呢，哈，对它肠子来讲的话呢，哈，蠕动哈会变得很不稳定，好，然后同时的话呢，你这些毛哈或者这个粪便，就会形成。它叫 Quick， 是一只年纪很大的鼠爷爷喽。它有点，对啊，它有时候自己会想出来跑，可是就会有点在那打转的感觉。关节都已经退化了，对，所以他走路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协调，然后踮着脚这样走，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老鼠年纪大的时候，他这个踝关节、膝关节都退化的一个现象。比他这样的状况，可能估计啦，剩下来的日子大概没有太长了。大概几个月吗？这个很难讲，很难讲，因为其实他也拖了蛮久的。他生命力算蛮旺盛。对，那就是说，如果可以让他活得越愉快是越好了，因为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做解决了。那能够活得越愉快越好。就在拍摄后的第三天 ，Quick 的主人在网络上 po 了一篇文章，他说：“我亲爱的室友 Quick 离开了。”很久没哭过的我，眼泪竟然一直流下来，怕吓到老妈，还关起房门。最后给医院的每个人，虽然有时候会出现 OK， 虽然有时候动物太紧张会不小心拉出来或抓伤医生的手，但是你们的用心是我们跟宠物最大的幸福。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养宠物，很感谢你们对我室友 Quick 这段时间的照顾。看了这篇文章，我想，这就是小谷医师看诊最大的动力来源吧。大头，
那你现在知道该如何照顾你家伯伯了吧？非常了解。而且我决定，我们家伯伯以后的家庭医师就是小果医师跟乔医师。另外，我还想养乌龟、兔子，刺猬好像也不错哎。哈，大头，你这样会不会养太多了？还好吧，还是蜥蜴呢。在小果医生的诊所待了一整天，我看见了主人和宠物之间的对话。如果宠物会说话，他想告诉你，我是多么爱你，我希望陪伴你一辈子。如果宠物听得懂，我想告诉他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我愿意保护你一辈子。医生并不是万能的神，偶尔我们也要面对宠物的生老病死，可是主人却是宠物的全世界。你的关怀胜过医生的处方，你的负责就是宠物的幸福。在小果医生冷静的眼神中，藏不住一颗热情的心，勇敢的话语里却是最温暖的关怀。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医生面貌，也是替宠物健康把关的守护神。小果医生一定要继续加油。拜拜拜拜加油拜拜拜拜。